就好。流浪记。流浪记，好，掌声欢迎小杨。怎样才能够看穿面具里的谎话？别让我的真心闪得像沙。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，还能不能唱出歌声？离地不勇猛。谢谢，掌声鼓励。这一点呢，我们先不问评审老师，我们先来问也唱过的。来，梁文音刚听到他的小弟弟的演唱版本，觉得怎么样？我喜欢他的声音，然后他很可爱，是这样。但唱不好是吧？很棒啊，很棒。好的，这个是我们文音姐姐之前有唱过的，她非常喜欢的一首歌。好，好，接下来尤米，你准备什么歌曲备战？我来唱一首台语的，好了。虾米瓜？明奈叫你等。好，明奈叫你等，就是你一直点小虎老师要唱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小虎老师唱歌，一直在后面点台语歌。好，欢迎我们的尤米。明明在眼，你只是可恨的船，嘛是了解。咱只有露水的青春，过了今夜，又搁是无聊的青春，这敢是风干的命运？掌声鼓励赖明伟，来跟我们杨丞翔哦，刚刚是两位都是20分，这一段张宇老师先讲评一下好吗？我其实真的很喜欢杨丞翔的声音。嗯，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唱出来的感觉，真的就很像站在那种森林里面，对着一群的那种一群的动物啊、树木啊、精灵在唱歌的那种感觉，我非常可以感受到。虽然你也可以感受到说他其实经验没有那么足够在舞台上面，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唱出这样的东西，其实我是有感受到的。然后，明伟哦，我发现你刚刚那首歌跟清唱这首歌，你会把麦克风拉远，那拉远的过程当中，你会让你的音量会，对我来说会造成一些听觉上面的不顺畅的感觉。好 ，PK 中的 PK， 两位都已经清唱一段了，到底这一段最后谁能胜出？我们先看看杨丞翔的分数是，请评审按灯。杨丞翔的分数得到的是18、18、19、19、19分。好，谢老师。19分，我们看到其实小胖老师给了满分，待会我们再来问，来看看尤敏的得分，请评审按灯。尤敏可以得到的分数是，千万别错过，星光蟹弟子的攻势即将展开。问来看看尤敏的得分，请评审按灯。尤敏可以得到的分数是17、18、18、19、19。好 ，OK， 再度的同登同分。我们看到呢，其实这个小胖老师是给杨丞翔很高分，满分。这一点先从小胖老师来发表你的意见。谁知道杨丞翔会不会是下一个杨宗纬？因为他的声音的确具备了一些潜质。老师，你的意思是，如果当初他报名百人有来的话，慢慢琢磨，慢慢琢磨，对不对？是是，我们只能从一个比较评审跟唱片公司的立场来看他声音的潜力了。嗯，每个人真的听到杨丞翔的声音，我觉得那个都是第一个感觉。他的声音是非常的干净，而且非常的直接。他此刻感受到什么，他就是直接把它唱出来。那我觉得，一个音乐人的态度本来就是这样子的。当你知道越多，你知道你哪一些东西可以避掉。我觉得刚刚那个真的麦克风的距离的这样子，真的在那个听觉上真的影响很多。好，我想问一下评审团呢，因为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，其实杨丞翔下礼拜是可以再来的。那么请问各位，觉得他下礼拜来的时候是要抽签，还是直接跟赖明伟对战？我觉得应该是直接跟赖明伟继续的挑战，这会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个 PK 赛。好，赖明伟愿不愿意接受挑战？愿意。好，杨丞翔，你下礼拜不会要练划船吧？如果要练怎么办？请假。请假可以吗？现在暂时没有比赛。
杨丞翔，今天你已经拿到这么好的成绩，有没有什么话要说？就很谢谢老师对我的肯定啊，然后很高兴有这样的分数。好，尤敏，对于这位来势汹汹的挑战者，有什么话要说？你很棒，加油！好，两位来握手，下周精彩可期，谢谢。